好，这是下一张。哎，刚刚手机出了一点小插曲，我先到后面绕一下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有窗户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刚才我们刚才的机器过热，所以呢，停止拍摄了。看来我们还要再添购新的机器了。现在是 Part Two。好，我们来绕这一边的房间。我要跟你绕过去吗不用，你这边绕不过来，都是杂物。？OK，那换这一间房间了。这个卡拉 OK 室旁边的房间，它是放满了那个什么？那个录影器材，哦，哇，还有一个双层床，对，对外窗两对，个，我们要拍哦，快一点，不怕止它三等一个。下又过热了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又停止拍我觉得摄。里面至少有5平到7平左右。OK，好，其实它保存得很完，还不错，对啊，就是真那个平的，台需要修一下。就是刚刚那个木头的平台啊，对，因走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是在外面的。是啊，哎，这边有一个楼梯，绕上去了，好，赶快上去吧。就是在刚刚进来之前的右手边。小心哦，其实它很结构还可以了。如果你们有喜欢这个物件，一定要把物件看完，因为已经拍两集了。Part Two，机器太过热，然后你这边帮我也先是。把门开了，看好能不能开。，OK，可以。这间呢是它的那个什么？类似那一种，会客室哦，那个客房对，的客概房念。是。开了一扇窗。有电箱。哇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。你一直问我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到处都有充电的，到时候可以问承办啊。旁边那个圆圆的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这个地图上真的没有显示。哎，你看怎样？后面那个厕所啊，厕所、淋浴间呢？淋浴间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去看啊，快啊，好抽不象，然等一下又过热了。没有那么夸张啦，走吧。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对啊，真的很漂亮，景色还不错，还有摄影机，很好。如果你告诉我，你问我腹地有多大，圈起来的这些都是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定要以那个什么，见界为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要拍个水管先。等一下，那个圆圆的，我要拍照哦。我要到时候要问承办那个是什么东西。我猜啦，这边应该也是我们的。这边应该是露营的那个平台，对，对，可以从这里下没有，是从刚刚那个地方下去。哦，刚刚那个对，小路，我们先稍微照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先上照上面，对，我照们上先面完照那之后个再。重要的那个什么建设。哇塞，这区域好大。这里呢？洗手台、瓦斯桶、热水器、淋浴间、哇哦，淋浴间、这边好完善啊！淋浴间、天哪，马桶间、蹲式的马桶。淋浴间、淋浴间、淋浴间。蹲式的马桶，坐式的马，嘛，蹲式的马桶和那个坐式的马桶跟蹲式的马桶都一样，都是这样子。那你得帮我把它们全部都关起来了。对，我要一个关起来。
开了有多快开心，关着就有多痛苦。而且都怎样知道吗？嗯，都还很新，有没有？是，不需要再修缮了，只是要清洁而已。对，好，那我绕过去哦。先绕过去。这个平台总共几间呢？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、五间、六间，修一下了。七间、八间、九间、十间，十间里面有四间是厕所，蹲式的和那个什么，和那个坐式的。上面啊，上面那个平台也是真的。上面那个平台也是我们的哈。对，你看到的。哇。再上去一下。走。这个木头呢，你可能还要再修缮、加强、补强一下，因为木头呢，今年累月十几年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看到这样子？哇！再上去就不要上去了，就这样子。再上去就上不了了。对。然后，黑凤蝶。上面那个平台应该是吃饭的。哇，好 ，OK， 走。你小心哦，这一区有点松，我没有办法等你。我再讲一次哦，这边总共是1084坪哦，每坪呢不到8400块钱。如果你要找市区的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价钱就不是这样子了。有水塔，对，有水塔。来，我们上去，你看那个就是那个露营的平台。哇！恐怕要维修了。哇，这景色真的很棒，很不错。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这个？哎呀，哦，还能用。OK， 走。到时候这里把草除一除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如何？应该是从这一条路上去，那上面的，只是它这个路，试试看。好，哇，我看到水管了，先看一下大概样子，再上去一点就不确定了。那边有一个电箱，
可以接电了。怎么样？机器有过热了吗？还好，还好呀。我们下去上面那个。宝宝辛苦了。我们现在下去要去哪里？哇，你走那么快啊！想要下去拍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没办法走过去了。我在想要从哪一边走比较好？从那边。我们这一区都看过了哦，几乎哦，是，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里，他这边还刻意搭一个那个小拱门，有没有？对。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平台，有没有？是这边一个平台，然后这边再一个平台，我们从制高点的平台看过去，这里呢就是搭帐篷的地方，它到处都有洗手的地方，水管的接合的地方。看吧，这边为什么这么漂亮？这边可以做休闲露营的地方，来。所以它的平台还可以，但是就是要加固了。来看一下，好多种子。这边呢，太阳西下是最美的。好 ，OK。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平台。对，跟这个一样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到下面也去看一下？走。当然啦，这个木头如果你觉得不够安稳的话，你可以再重做。因为毕竟它不是不锈钢的。就是像这样子。哇。它几乎每个平台都有附那个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下面的插座都有插座。哎呀，都有插座。对，就是可以让你拉延长线，有没有？对。那里面是什么？厕所吗？应该是厕所，简易厕所。我觉得以前这里是露营区。这里就是露营区啊。哦。这里就是露营区了。嗯，对。好。那我进去里面，因为没有好好的那个什么管理，没有好好的那个什么，等一下营业都是蜘蛛网，不要过去了，只能让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厕所，对，然后有小便池和一个热水器，对，我觉得啦，应该这样说，其中一个是厕所，然后其中一个是洗澡的，对，淋浴间 ，OK， 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咯。那我们就到下面，我们刚刚不是说要从。到那边拍上来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要快速一点。我先讲结语一下，我希望就是各位一定要务必要把影片看完，这样的话你才会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物件到底适不适合你，是不是你要的。那第二点呢，我希望你们要加我的 LINE 的话，打电话告诉我你的名字大名是什么，我才能方便去上去搜寻你们，然后按确认加好友。另外第三点就是我们有成立一个 LINE 的群组粉丝交流区，可以讨论以前或者是今天我们所拍摄的，并且呢就是干嘛？我人不在了，你就不讲了。因为我怕离太远，你收音不到啊。哦，好。并且呢，
我们今天拍摄的上 YouTube 之后，会把第一手先上到那个什么教楼区去。对。哎，问个问题哦，这一片平台可以停车吧？可以。那他到时候会不会有争议说啊，不是我的地，能不能停？可以停车，我有问过承办。哦，好。好啦好啦，就是详情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些有比较很深的疑问，然后很感兴趣，我们都可以帮你跟承办。对，如果你想看这个物件的话，我们会约承办一起过来这边看。快点哦，我们时间不多咯。好 ，OK。哎，你不要用跑的，因为毕竟狗不是我们养的。只能先这样子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山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来，结语。结语，我已经讲完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拍摄，我们是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拍摄，继续支持我们，你们的动力就是我们的，不是你们的支持。走走三走累是吧？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